如果在噩梦中穿越，直面这残忍的世界，风波动了谁的心弦？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如果结局仅剩惨烈，无惧再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十九层深渊。千里手，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辗转时空会灼伤，会心痛。 也不曾退后。小欧，我们不能在一起，就因为我不是战斗魂师。蓉蓉，你愿意等我吗？十年，等我十年，透视世间万物，磨灭一切不平。 精神力远超于我，并且精通瞬移之类的能力，否则根本没有闪避的可能。几个月前，为了帮助小三修炼后天锤，我解开了他身上的封印，在没有魂环附加的情况下，小三已将后天锤修炼到极致。 你的魂力已经达到了52级。自从去年突破了50级之后，我的魂力提升速度越来越慢，就连修炼昊天锤也越来越难以进步了。
五十级到六十级是一个艰难的关卡，当初我用了五年的时间来完成，而我给你定的目标是四年。这是爸爸对我的认可吗？爸，乱披风锤法就练到今日。小三，你觉得你的实战能力如何？还差得远。那你知道差在哪儿吗？从理论上来说，大师对你们教导的方法非常正确，但是你却还差了实战中的神髓。神髓？杀气。感受到了吗？这就是杀气，它可以让你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己的实力，哪怕是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，你也不会有丝毫胆怯。杀气最可怕之处不在于本身，而是所有拥有杀气的人都曾经历过无数次死亡。一个无畏死亡的人更无惧对手。爸，我该如何拥有杀气？过两天我就带你去真正可以培养杀气的地方。杀戮之都。冕下，为了武魂殿，我愿意冒险去杀戮之都修炼。极有可能回不来。死亡峡谷不也很好吗？不，冕下，死亡峡谷虽然危险，但我知道您一直让菊斗罗大人在暗中保护着我们，那样我将无法真正体会死亡，也无法真正超越唐三。两年了，你还是忘不了那次失败。如果我忘记了失败，又怎么对得起您的教导？我希望这次去那里，您不要派任何人保护我，让我独自成长。好，我同意你去。无论是作为武魂殿教皇，还是作为你的老师，我都希望你能够活着回来。老师，我会的。将它吸收之后再走。哦，老师，这太珍贵了。再珍贵的东西，也要使用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。
吸收完头部魂骨，我的魂力果然精进不少。如果你单独遇到唐三，不可和他动手，这个人我迟早会解决的，就像他父亲一样，不将唐昊这个心腹大患解决，我们的计划必然会遇到麻烦。是老师。唐三，你赐予我的耻辱，我一定要用你的血来回报。在修炼杀气之前，你必须先获得第五魂环。好，终于可以获得第五魂环了。坐下，坐下，释放蓝银草，然后用心感受。是你在呼唤我。你是谁？为什么称我为王？在这片大陆上，我是除了您以外活得最久的蓝银草。您身上流淌着比我更加高贵的血脉，所以您是蓝银草中的帝皇。我并不是你的王，我是一个人类，只是拥有蓝银草的武魂而已。不，我是绝不可能认错的，您身上的气息正是蓝银帝后。如果您只是普通的蓝银草武魂，您认为能修炼到现在的程度吗？您拥有的是蓝银皇族的血脉呀。老怪物也说过，我的蓝银草并非一般。双生武魂的产生有两个条件，第一是父母双方的武魂性质相差较大，第二是父母双方的武魂品质十分接近。也就是说，你母亲的蓝银草武魂与你父亲的武魂品质相当接近。所有的蓝银一脉都是您的子民，您没有感受过他们对您的呼唤吗？呼唤？蓝银皇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一脉相承，只有上一代蓝银皇去世，下一代蓝银皇才会出现。尽管您是人类，但是您却是当今唯一流淌着蓝银皇血脉的人。可我一直以为我现在拥有的实力都是源自我特殊的修炼方法。这是我们的错，因为您的蓝银皇族血脉并没有真正的觉醒。我的武魂已经觉醒过一次，难道还能觉醒第二次？伟大的王，普通人又怎能真正唤醒您那高贵的血脉呢？作为您忠诚的下属，我们永远都会守护着您。您愿意永远庇护您的臣民吗？
愿意。快20年没有感受过王的气息了。王，请您感受臣民们对您的膜拜吧。一集太短不够看，别急，打开微信扫这个二维码，这里面都会告诉你，不仅有史莱克七怪高清壁纸、同人作品，还有精彩剧透等你来看哦。朱青，你别误会啊，拍广告呢啊，朱青，幽冥出色，幽冥白脚，幽冥炸天。黄泉露，不，爸爸，你的伤势极为严重，如果再不好好调养，随时都有可能。我的事你不用管。怎么能不管？如果你死了，我怎么办？别废话了，我最讨厌卑躬屈膝的人。阿银，妈妈，这就是我蓝烟草真正的样子。是的，王，他的名字是。